法师团一礼拜开为2020军神龙平安严祭平安严进行着加持，迈入着第19档的平安严祭，除了受大队严山之外，今年佫加了一半，佫一半的这小小严山，这是来自着各地信众登记要参悟着祈福的。每年深受着欢迎，而且平安炎帝今年是以着精通医理的范王爷为设计主体，有计要来发送着22000个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的看板，可以知道今年舞台这么大，人潮这么多，节目这么精彩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祈求平安的心理了。那我们今年特别提供了22000份的这个平安延带哈，出席的活动的交通部长林佳龙甲市长王伟提对着严祭连续举办17趟，里面讲真无简单，伊严家文化加上王爷信仰嘛，相当有特色。真有意义，就是结合咱的严家文化，甲咱的王爷信仰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啊，我相信会对于我们在地的不管是观光。经济跟就业的发展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。移民关处长徐正能表示说，欢迎大家到帮忙来收藏着专属平安盐地，买单来个别的夜景，而且婚宴嘛，期待会当平安幸福。我们的这个排队送排队拉平安盐袋哈，还有我们最大奖的10万块的这个刮杯的一个拿大奖活动等等，然后明天还有万善爷的刮杯送盐宝的活动哈。伊在是15天的平安盐地，除了受排队领着平安盐地之外，嘛会当参加着刮杯送的盐地。另外现场有一个坐美食的伴手礼，大为今年台湾首号文创家己的活动来做着举办，嘛特别将刮杯送的炎帝挑战赛第一名奖金对5万提高到10万块。南天新闻台下帮忙采访报道。